收拾好了吗？我马上下来。嫂嫂，第一次约会呀、啊？什么约会啊？吃个饭而已。哇，吃个饭，真好看。啊，我要是走了，你们不会孤单吧？不会不会，赶紧走。好看，拜拜，拜拜，约会愉快。有一种嫁闺女的感觉。至少暗恋不是一个人的事情。I'm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。怎么了？今天穿的挺好看啊。哦，等会儿去我们上次那家餐厅吃饭，顺便介绍个人给你认识。还有人？等会儿见到你就知道了。走。我之前不是答应过你吗？如果我交女朋友了，会先带给你看的。如果他有女朋友的话，坐副驾是不是不大好？哎，你把我当司机啊？系安全带啊！他今天心情很好的样子，难道真的是要带我去见女朋友？在哪？我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思云姐，一梦江湖的制作人，我领导。这位就是桑稚。姐姐好。你好，来，先这边坐吧。坐。我之前去机场跟他一起接过你，还记得我吗？记得的。我啊，总是听小段提起你。听说你在一大念书。哦，对。上次见你的时候啊，你还是个高中生，现在这么漂亮。饿了吧？来，看看想吃什么，点点。你来。思云姐，你想吃的点了吗？我点了一些，看看你喜欢什么。